《东方日报》社论，港府日前宣布将禁聚令延长至大年初三，加上防疫抗疫基金大缩水，商界新春黄金档期泡汤之余，杯水车薪之助亦都唔足以救命。当局防疫失责，致全港鸡毛鸭血亦就罢了，就连高官同专家亦系互唱反调、互打嘴巴，结果越讲越乱，越做越废，防疫一片混乱。专家话难以清零，一直奉专家之言为圭臬嘅港官忽然又紧守清零原则，市民听在耳里，只会觉得呢个政府一盘散沙。港府施政反复无常，下一个禁聚令嘅决定十分容易，但对各行各业却系致命打击。明报社评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风尘仆仆，先出访东非三国同南亚两岛国，紧接住又喺江苏无锡分别会晤到访嘅六个中东国家外长、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以及法国总统外交顾问，其中嘅安排布局有应对美国拉拢盟国封锁压制、维护“一带一路”计划之意，而从中方提出非洲之国和平发展构想、印度洋岛国发展论坛等倡议，同积极介入中东波斯湾事务体，亦有主动出击、积极有为嘅攻势外交意味。